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不点小编。那韩服呢，在这一个礼拜推出了一个新的活动，就是 BOSS 图村活动。那你可能就想说，怎么又是 BOSS 图村活动？虽然说之前有举办过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哦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基本上那些宝物，不大吸引人，或者是宝物太少。其实种种的原因哦，让我觉得说，大家现在。印象中的好活动反而不会联想到这个 BOSS 活动哦。那不过这一次韩版推出的这个 BOSS 活动算是 BOSS 活动的进阶版吧，哈，可以这样讲。好，那这个活动它基本上它就是这样，一样是设定在这个奇岩村，这个曾经过去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一样设定在奇岩村。然后它的每天的下午时段哦，这个是我们直接用韩服的时间来讲，因为到时候台服出现的时候它也会照这个设定哦。时间就是下午的 1.5 分、7.5 分，还有 10.5 分这三个时段。好，那时间到的时候就会出现 BOSS。那这个 BOSS 呢，总共有四种。好，总共有四种。然后每一只 BOSS 呢，它都会出现四次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总共可以打16只啊，四乘以四等于16只 BOSS 啊。然后打完 BOSS 之后呢，它会掉一些宝物嘛，这个跟之前一样，就是会掉落一些宝物。但是这一次不一样的是，它 BOSS 的这个掉落宝物会少一点。好，因为它毕竟16只 BOSS 哦，所以打起来的话，基本上，BOSS 不难，那也不强，只是要打很久。然后这个 BOSS 掉的宝物呢，它数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，可是有一个重点哦，它会掉落的这个道具里面，其中有，比如说这个装备，然后变身卡哦，就是对应这个 BOSS 的变身卡，然后还有一些红武，甚至有紫色的哦，重点哦。紫色的死亡骑士的这一支魔法娃娃卡片，好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屌。这个活动的重点就是这一张。好，那它出现的四只 BOSS 呢，有史奇、卡士伯、克特，还有巴丰特，总共有四只。好，那会掉落的卡片，如同刚才我讲的，就是会掉落对应的这个卡片。所以你打史奇的时候呢，它有几率会直接喷一张这个死亡骑士的魔法娃娃卡。好，那它还有几率去喷一些这个变身卡，譬如说，史奇的这个蓝变等等之类的，或者是一些史奇的装备，当然克特也有，哦，克特全套、史奇的全套，这个都会喷，红色的、紫色的，紫色的只有喷一张娃娃，喷一张娃娃，但是红色的部分呢，装备跟变身卡都会喷。那除了这些会喷出来的这个红装、红变还有这个紫娃之外呢，它还会喷一些蓝装。好，那蓝装的话就基本上它就是比较普通一个东西，我就不特别去提它哈。那所有的这16只 BOSS 啊，你每一次只要有碰到它，那当然知道在萤幕范围之内了哈。你只要有碰到它，标一件这个光剑也好，有打过它，它就可以，就是它死掉的时候，它就会掉落一个袋子。然后你打开那个袋子，可以获得一些消耗品，譬如说龙钻或者是一些这个硬币哈等等的这些消耗品。好，那这个活动基本上其实很简单啊。那目前来说哈，我这样玩起来，我觉得说这个活动基本上它算是很简单执行的一个方式。那如果说要讲攻略的话呢，我觉得只有一个，尽量在奇岩的这个中间啊，或者是外围绕啊，你不要卡在那个人群堆里面，因为你卡完之后你很难走到下一支，然后到时候人会非常的多哈。那在人多的情况下，你很容易去打到那个 NPC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活动会在奇岩城里面办，因为奇岩城镇的中间大家都知道，它的 NPC 的密度是非常的高，所以你很容易去按到 NPC 哦。包括我在操作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那个怪物刚好在 NPC 附近，我都不得不用其他的方式去点这个怪物哦。到时候大家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哦，你尽量在外围绕。好，然后没有什么秘诀啦。它怪物喷宝的那个数量其实没有很多，好，大概会在怪物附近大概八格左右，好，它不会喷到全画面哦，它只会喷一个小范围而已。好，这个如果你们待会看一下画面后，你就知道它大概喷的这个数量跟内容大概是怎样，不会喷很多。好，那当然啦，你要拿到一些比较譬如说蓝装的啊，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一点。啊，因为也没有那么爽，让人家每一次哦都喷到，所以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些蓝色的装备喷出来了，但是就是没有看到蓝变，或者是这个什么蓝娃，或者是红色的装都没有看到哈。那这个一样是挑战一下这个整体的运气就对了哈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基本上它就是到这边就算是完整的介绍了这个活动哈。那到时候
台服出的时候呢，小编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参加一下哦。那因为台服有外挂的关系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到时候一定会是，一团乱哈，对，就是一团乱。哦，那这个到时候要有心理准备啊，因为外挂一定会瞄准这个活动回来标几支光剑啊，或者是在那边抢啊，尤其是台服哦，工作室特别多哦，这时候他们不抢，什么时候抢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到时候出的时候，大家要特别去留意一下哈，不要不爽哈。我觉得大家一定会不爽哈，但是没办法，平心而论呢，我们就是有工作室的环境，所以呢，对，大家就自己看着办啦。好，那这个活动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要记得帮小编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